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。4月6号，双蛋20:06，说白了是71次。71次煎熬，北回香港树林的团体专列，团体举光专列，1、2、3、5单电头加折叠门就是煎熬。我下面跟班长们都要丢我们家举光片。期待小巴车旅客由月台的第8个位置搭乘升降机出站。由它开往3000港基隆的8888小圈了，20次哦，谢谢各位。那下面跟班长们多多丢我们家一光好片。行，大家好，拜拜。